他家啥呀？这是？哎呀，这不是。这不是是啥？啊，这是昨天送的口子，老太太口子，我就给你了。嗯，这是咋跑的？我先他说。我先他给铺的满地都。哦，我那个镜框来了，我在那儿弄镜框呢。他给铺的满地都，你这是，我去两个冤枉孩子了哈。哎，这都挺好，这买什么松豆？冤枉孩子啊！哎，这都挺好哈。这大豆多漂亮。